GRS 周子瑜日前传出孔丹飞发展个人事业，同时不解散团体活动，遭 JYP 娱乐独漏专辑肖像，但他人气不受影响，只身接下品牌服饰 Zook 代言。近期官方释出夏季款宣传照，子瑜穿上碎花洋装，大方裸背的姿态，气质迷人，美貌好身材兼备的子瑜轻松驾驭各种风格的衣服，不管是连衣洋装、西装套服 OL 到辣露满腰的可爱性感都有，掀起一阵抢购热潮。随着夏季到来，子瑜新宣传照也跟着亮相，只见她换上碎花洋装，美背大方晒出，白皙皮肤一览无遗。其他造型包括海军蓝和牛仔连衣洋装、贴身背心及裙装。子瑜还一度以消费者身份采购衣服，代言十分称职。此外，周子瑜日前爆出有意单飞不解散，打算发展个人事业，事后也爆出公司疏失，在 TWICE 专辑花絮独露子瑜个人画面，气得全球粉丝及子瑜妈妈要求给交代。JYP 娱乐事后道歉，保证只是失误，不再重蹈覆辙。爱豆韩社，每日解说最新韩娱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